非常有活力，在大家的眼里既优雅又有冲劲，会积极的去争取公平与对等，但在工作中却显得有一点点迷迷糊糊，受到老板的质疑和压力。火星离开处女座进入天秤，火星在天秤是弱势的位置，率真好动冲动并无所畏惧的火星来到温文尔雅讲究手段保持平衡与和谐的天秤，火星的冲动和好胜会收敛很多，行动力和企图心也会下降，即使有冲突也会温和很多。火星与土星的六分相在争取公平的时候也会强调责任，月亮和土星合相在射手，所以向往自由的时候也会收敛很多，因为我们都不得不清楚任何的自由和冒险都不能越过界限。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